你做咩咁唔开心啊？等我打你。喺度石头讲。你做咩咁唔开心啊？Stay together. Stay together. Stick together, team. 我知道。好嘅，我哋准备开始啦。你而家拎嘢，跟住就可以起嘢。咁起完嘢咧，就可以挂机喺呢度啦。咁其实咧，我喺中间个。咁大家见到右上角咧，地图咧有三只眼啦。咁每一只眼咧就系只怪 spawn 点嚟嘅。咁佢就会喺唔同嘅地方出现啦，跟住条路线嚟行啦。咁佢哋目标咧就要杀，即系攻爆我哋呢座嘢啦。我当主堡啦。咁就可以每人守一条路都得嘅，或者、可以每人起啲防御设施啦。咁上头见到一个箱绿色呢个嘅系可以开咗佢。我开咗啦。O、okay. K。我我嗰招塔技咧系放 trap 喺地下。好、放啲 trap。咁我就是。好似停民攻手嘅 trap 系非常之炸嘅。系冇错。咁都用住先啦，因为咁我就会喺帮你整啲塔喺侧边帮手防御嘅。咁我呢个塔咧就系、因为我系冇真关系啦，咁就整个防御塔出嚟。咁、防御塔咧系。专劈雷嘅，上面空中劈啲雷出嚟。咁其实喺侧边咧，仲有啲设施系可以用嘅，例如啲喷火塔或者一个叫做冰塔啦。咁就唔需要，咁就唔需要用住嘅。Ben， 你会冷静啲啊？系啊，你咁啊，猪仔啊！咁我哋想啲怪出嘅时候咧，就揿一下 G 啊。有几多条路噶？我哋喺右上角，三只眼有三条路。系啊，系啦。三隻眼，三隻眼，三條路。咁豬仔。咁我想問呢個 fire card 係咩嚟㗎？可以用啊，即係如果人哋攻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撳一撳個掣，咁你就會開始噴火㗎啦。就可以 cast 嘅炮台。冇錯，一個火焰炮台啊，火焰炮塔啦。係啊。即係睇佢撳 G 啦。哦，可以開波啦。可以開波啦，我哋而家。如果我想等十秒，快啲。因為我哋而家係 skip 咗呢個嘅出怪時間啦。咁豬仔唔該 ，please 。Go， 好啦，我而家要一个打十个，你六 level 啲怪咯，咦，十 level 啊，差啲好枪，即系睇喺后面咧掩护我得噶，我打，今日啲装备啦，记住要执喎，咩枪嚟我咩话，咁狂枪咯。咁我啲装备可以点样换？揿 E 就系执，咁我你要打完一，你要打完呢一 part 先嘅，你先可以再转嘅，然后。冇怪打，即系啲怪打。基本上我哋太高咧，所以劈几下就死晒。其实都唔系太高咧，七呢个六 level， 我但我七 level， 点解太高咧？我抽完啦，已经见到。唔系啊，啲怪六 level 嘅。你劈两下死噶咯喎，啲怪。但呢个六 level， 但其实唔系差好远咯。系咪啲怪六 level 嘅咩？跟住啲装咧，你揿 E 掣就可以执装佢。系啊，揿 E 掣就执装。今天兽人必须死，因为惊其实同兽人咧有少少牵连嘅，因为唔知点解咧好多兽人出现嘅时候都系。咁我就跳嚟跳去啦，帮下手啦。咁见到地图上面有红色一点点咧，就系、对面啲小怪啊。哇，好正嘅石头，石头一次佢系射，哇多重箭嚟嘅算系。系因为呢把弓，我失咗把弓。哦，唔系呢特别弓噶咯，好正、啊。咁冇真咧又系有近喎、啊，近攻又得，远攻又得，得咗。诶，飙嘢啦，飙嘢啦。嗱。咁呢個 moment 咧就而家因為係已經完咗第一 part 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去換一換裝備啊，或者整多啲設施出嚟都得嘅。石頭怪啊，石頭怪啊，整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就係換裝備嘅。起埲牆喺佢門口先。Hello， 佢傻，吸收翻呢啲能量寶石啦，我當佢係，咁啊整翻多啲嘢出嚟先。我買曬啲裝佢。我換唔到啊！佢要三咧先可以 equip 到。哦，可惜。咁啊，好快升嘅啦。跟住有個盾牌咁嘅嘢喎。你有啲嘢可以用嘅，就應該你有裝曬就得噶啦。Defend power 加 critical damage。我有啲咩裝備啱我用先？應該就冇噶啦。感覺上就得一個可以用到。全部對我嚟講都麻麻地咧。嗰只 game 本身个人系冇抗性嘅，一定要靠装先有抗性。冇错，就系起啲陷阱嚟防止啲怪入侵啊！总之一个系一个守塔游戏啦，根本就系 T D 啊 ！OK， 咁你可以 ready 啦，我哋而家 ready，ready， 石头 ready，Hardy ready， 唔
ready， 三十秒啊 ，ready， 又要放塔啊，唔好放住啦，咪咁咯 ，OK， 开波，唔系啊，呢关好容易打啫嘛，唔使放咁多塔啦，咦，好长啊，究竟会点，系咪直接吉死？我同石头而家一齐远攻，啲怪都埋唔到你噶啦，我个 trap 真系好废，系，好似系真系好废。不过你个人劲咯，喺但系你个人嘅普攻嗰啲劲啊嘛，啲弓箭系啦，冇错。Hello case 一二三，呢个 case 一二三系假 case 嚟嘅，假 case， 假 case， 继承 K 嘅意志啊，因为地下嗰啲银色嘅嘢系咩嚟？哦，唔知道，但系都可以有阵时佢可以照执到噶。好似是经验值，我觉得是不出奇，因为你要帮你的角色升 level， 而且 你帮他升一些数值的。咦，去到第三关的时候呢，这一part的即是第三part啦， 就会有一隻王的，到时就打死一隻王，那就原版的了。啊，那隻王呢就在那里出了。OK， 哪里出啊？有个 incoming 的呢，现金明啊，交俾阿轩讲解。咦，原来我条条路都有嘢执噶，可以。系啊，啲装备嗰啲系自己嘅，系啊，净系自己还自己嘅。边啊？边出怪啊？睇系咪？应该个左边出王，大家见唔见到个现金明嗰度啊？有个红色一格格系咁斩下斩下斩下咧，咁我就系只波士出现嘅地方啦。咁我阵间就呢条路度出现嘅，咁我就喺呢段时间咧，将啲嘢咧塞晒呢一边，塞住只王。都挡住喺度先，挡住只王，都挡住喺度，跟住油，跟住焗住电咁样。咁呢个武僧咧，呢啲像咧系可以帮我侧边嘅 tower 啦，即系帮我侧边嘅防御塔啊，所有陷阱啊，加强佢嘅攻击力嘅，好似系。系咁先制。系啊，咁我仲可以帮佢升级添，升级。哦。建制咧。我哋真系 ready 啦。但系其他路都会照出怪嘅，但系要守住。OK 啦，嗰啲手到噶啦，咁犀利，咁塔手噶啦，嗱依家只王出现啦，55,000血嘅，咁就应该喺呢度出现噶啦，哇出嚟啦，出嚟啦，冇错，喺呢边定一神，定一神，所以先又将啲陷阱摆晒呢边咧，守住只王就得噶啦，好开火，陷兵，冻住咗你，打飞你，晕咗佢。好惨，咁只王就秒噶啦，搞掂，轻松，但都要清埋啲小怪先，打完只王未完噶，你系我清翻，好多好多装啊，帮你哋补血啊，咁要补血嘅时候咧，大家见到四号仔啊，呢只巨人就补血嘅，佢咁实就 OK 啦，帮人哋补血噶系，你帮人哋补血咁好嘅咩？啊，是帮人哋补血，帮唔到自己补。我系帮自己补血噶，我真系。自己不能自医，我应用出嚟。咁就 victory， 咁就胜利啦。咁胜利嘅时候咧，每人都有个补伤嘅，咁个补伤咧就会 random 俾个装备嘅品质你啦。有紫色噶？有紫色嘅。咁蓝色，咁绿色就系最差啦。绿蓝色嚟讲就好过蓝。根据绿色嘅定律。冇啊，蓝色就好过绿色嘅。绿蓝紫黄。啊，得意啊！但我都会要卖晒佢噶。蓝装咧，蓝装咧，把蓝装有把新武器。有把新嘅武器，睇一睇先。把新嘅武器都唔够我而家呢把武器劲，咁就唔会转住啦。好型我把剑。但我而家把武器咧会滴啲血出嚟嘅，好型其实我而家把武器，系边可以全部卖晒佢咯。其实呢一场我哋打呢装全部卖晒都冇问题嘅，因为系比较系啊，一打 level 其实啲数值唔够劲咯，啲装备好卖晒。我哋咪翻揿猪仔咪翻，系啊，揿猪仔就翻去噶啦，翻去先卖。好啦，卖先啦，强迫症。得把钱。射，冇真啦，射。冇真。冇真，知唔知讲咩叫咩？唔好真我啊！冇真天。哇！唔好意思啊。哇！好多嘢塞啊，塞晒先。啊！真系唔知点赢。揿掣啊！揿掣啊！站长。啊！后生仔嘅。
男仔快啲住男仔，卖紧嘢啊嘛，真系啊，猪仔。啊，呢个时候就要投粒星星俾自己。啊，呢个时候一定要识俾啦，定俾粒星星自己嘢话俾你听。做咩笑到咁啊？系啦。我哋要去走啦，离开呢个地方啦，我哋要翻翻头先个 lobby。